大家吉祥，阿弥陀佛。上一节课啊，给任啊，什么使命？大家可以写啊，我也跟大众啊交流过啊。文天祥先生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是一个人的真心啊，汗青是史册啊。哦，那。我们要对得起历史啊！首先要对得起自己嘛。你每天都在写你自己的历史哦，哎，之后还会盖棺论定啊。再来，我们要为家庭尽一份心呢，家族啊，留取丹心照家族的汗青哦。包含我们为这个社会国家也要尽一份心啊。还有我们的身份啊，你看我们是炎黄子孙啊，是为民族啊，我们是佛弟子啊，为佛教啊，为传统文化，应该做什么？你现在看到有哪些不足？哪些需要表法？老和尚说的，对传统文化、对佛法最大的贡献，做出榜样来了。这是广修供养啊，因为做出榜样，让人家有信心呢。你都没有榜样，可能社会大众一看，你们讲得很好啊，没有人做出来。他这个信心就立不住了。我都曾经遇过我谈夫妻相处谈，我记得在印尼下来有个男士应该也差不多50岁以上了，他说你一定没有结过婚啊。意思可能说，哎呀，没你说的那么容易啦，是吧？可以理解呀，是吧？你看我们讲家庭教育，哎呀，那个蔡老师又没有当过爸爸，他一下就给你将军啊，所以我现在得勤转法轮啊，找王佑京老师，他们那个带4个孩子都。还是性情都很好，人家一门深入啊，对，所以假如你现在觉得，哎呀，我好难过的关啊，可能就是上天给你的任务，你把它通过了，可能跟你有同样考验呢，人生际遇的人也有不少啊，你看曾子，他的表法。深野鲁啊，最后乘船孔子之道啊。假如是颜回乘船啊，你看大家会怎么想？哎呀，颜回本来就天资聪颖，所以你看这一起配合啊，都有味道的。所以曾子乘船呢，就给大家都有信心。所以假如说，哎呀，连某某人都能学成了，我们铁定没问题的哦。那你这个没有，你就给很多人信心的。就像林堪志老菩萨60多岁了哈，小学毕业，那么刻苦，老和尚一看，我应该也可以啊。好，
哦，所以，这个作业啊，大家可以想得到的写。好，我们进入啊，这个修身的第二个大项啊，笃行篇啊，前面是解，这边是行。好，那还有底下第一个纲目甲呢，是主境存诚。好，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不事本心啊，学法无益。所以所有的经教啊，都在指导我们呢，恢复真心。那真心是恭敬的，真心是真诚的。没有这样的心呢，学圣教也学不成。27句，天地有记矣啊，不成则不能化育。天地是有纲纪的。不真诚呢，就不能化育万物。你看诚，跟诚有关的词语啊，大家想一想，有哪些成语跟啊不是成语啊，就是哪些词两个字的词啊？诚信，你看跟性有关。很真诚，要很用真心啊，用不变的心啊，真着不变，你会变就不真诚了。所以你看，天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有没有变？没有，而且它是24节气哦，你看那一天，就好像跟他约好了，他就来了，是吧？你种稻子在哪一个节气你要种下去哦？你不种下去哦，那个时间一眼就过了哦，就差很多了，所以不能误了那个农时哦。你看到清明时节雨纷纷呢，都有它的节气在的。所以就。好像很守信用啊！你看在这个节气啊，有这一个天地的一个变化哦，那不真诚呢，就不能化育万物了。好，而且这个天地都是无私的。你掺杂个私心啊，就不成了，是吧？你看人有私心的时候，还能真诚吗？他就很有目的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了。那讲话讲得很好听了，都是为了那个目的了，不是真诚的。天无私覆，地无私在，日月无私照，那我们人伦也是要效法天地啊。理者天地之序也，天地的次序，理就是观天地，然后落实在人伦当中，所以君臣有义也，义也，君臣之间有道义，不诚则不能相邻，不真诚呢就不能相处共事了，甚至互相欺骗了，没有铁定会乱的。你看人伦之间的德啊，也都是从诚心发出来的。所以佛门讲，真心的本体啊，真诚、至诚，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身心是自受用的，清净平等觉；他受用是慈悲的，或者是我们佛家讲，儒家讲的，你真诚起作用了，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啊，为人子止于孝，啊，你看你真心真诚心一起用，在人伦关系当中显生出孝之德了，啊，你看在君臣之间呢，哎，他就要有义啊，君仁臣忠啊，那。有一次啊，臣子呢就跟唐太宗说啊，皇上啊，你待会啊假装很生气啊，看有没有人敢劝谏你啊，就是有一点无理发脾气了啊，这个然后看看敢劝你的，嗯，这个人才啊才代表他很勇于劝谏吧啊，就是好像叫测试人这样啊。那太宗说了，我不能假装啊，这样就不成了。哇，所以这个太宗算是我们说很有情义啊，很讲诚信的人啊。好，你看这个太宗呢，很忠诚呢，他这个。有一个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后来犯了重罪啊，要判死刑的。那从法律上呢，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太宗就想到啊，他跟我出生入死，然后呢，好像他两个孩子都战死，一个还死在太宗怀里啊。哦，所以太宗就，哦，就，啊，当然没有对着百官啊，就对着上天下跪嘛，哦，就朕啊、哦、求，哦，不能给你们下跪，但是求你们啊、哦，等于是网开一面的，哦，哦，不要杀了。就是他杀不了手了，嗯，我后来才把他流放了，哦，哦，所以这个君臣之间呢，还是这一份情谊还是挺重的。好，父子有礼矣呀，啊，父子间是有礼节的，啊，啊，不真诚呢，就会哪怕是有外在的礼呀，啊，他也会疏远。哦，这个在《太上感应篇》汇编呢，啊，有提到一个王用于，哦，他对文昌帝君非常虔诚，后来他这个帝君呢，啊，派人呢，后来好像是他做梦了，到阴间去了。结果，哎，就才能不是很出众的啊，文采也不出众的，哎，考上了，他就很纳闷。后来就分析，你看人家祖上积了多少德，你呢也是可以考上的，可是呢，你被延后好像两届了，因为呢，你每一次求福啊，都为你太太求。哦，从来没有为你母亲，你母亲守寡那么多年，把你抚养大，所以降你两级呀、啊。哎，他说、哦、我们那个乡里里面有一个孝子叫于灵啊，怎么他没考上呢？哦、他说他都是做样子给人家看的。虽然都有人跑来跟他学孝啊，可是呢，他有腹诽，腹诽就是内心啊在抱怨父母。你看他的内心真实的状况是这样，还被人家称孝子，哦，所以这个就是无礼，哦，
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根本就把父母看得很就是不重要，其实内心是疏远父母的。而这个例子也彰显不成则疏了。夫妇有恩义，不成则礼。夫妇之间是有恩义的，而不真诚呢，就会忘恩而离义了。夫妇如是啊，人与人当中啊，你一记对方的不好啊，你就不真诚了。都要啊，念恩忘怨，才能保持这一颗真诚。不然也会渐行渐远的。这个交接有份矣啊，这交接是交往结交啊，是有情分的啊，不诚则绝啊，不真诚会慢慢没有这份情谊啊，就会断绝来往了。所以以义应当。这个应当啊，就是应事得当。以道义啊来处事待人接物，能应对恰当。然后屈得其情。这几个字啊都是处事很可贵的地方。屈是能够屈得下自己。然后呢这个在维系的地方啊，能体察对方的心意需要。这个都可以是屈得其情。情也可以是情实，就真实的状况。就是你可以来了解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这个我们刚刚说你不能落对方不好的印象。我们处理一些人事的问题有时候彼此其实发心都挺好的，但是在沟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讲的跟听的人的认知有差距了所以后来又没有及时沟通你看院长昨天说给思雨评语的时候也提到嘛，人还是要多沟通的又提到多请教多确认不然有时候所理解的不一样这样他所做的我当时不是跟你这样讲了吗，怎么你是这样又没有及时去再沟通一下，就越看他怎么这样对我我们也处理可能两边来讲落差很大，那个可能都彼此也都没有私心了其实像我们的团体也不是谋名利的地方所以大家互相理解互相体谅真的有一些误会了能够去厘清屈得其情那这个以义应当这个义是合情合理合法这样处理就会恰当。这个在古代有一个读书人呢他要回自己家乡当官那个官位还很大
哎，他处理的是处理得很好。啊，我们说这个情理法嘛，他当官呢要符合法律的一些规定，哦，不能常常当了那么大官呢，亲戚朋友常跑你衙门来了，那也不妥当了，是吧？哦，好像你当很大的官，亲属啊，尽量不要从商，哎，这个都有道理的，那你一下子当了官了啊，家乡里那么多长辈啊，以后都秉公处理啊，你就伤了他的情了，那他就请大家痛痛快快吃了10天的饭，哦，完了，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吃了10天哦。到第10天呢，又送这些布料啊，送什么财物啊，给这些亲戚。哦，你看，尽了这一份情了，哦，然后又痛哭。啊，当然是真哭了，不能假哭了，还是要真诚的，不能是演戏嘛。哎呀，这个明天我就要上任了，上任之后官名有别啊，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跟你们这么痛快谈话哦，共饮了啊，我就不想喝酒了啊，毕竟是我们佛门的戒律。哦，是可以磕巧克力了，喝黑麦汁可以啊，哦，还有喝茶，那大家这个，看他这样也很感动啊，哦，那你看，隔天他上任了，你看他展现出来的，就让这一个地方的百姓，哇，你看。我们这个官人都没有偏私他的家庭里面，一下子大家都服气了，哦，但是你看又没有伤到自己家人的这一份情谊，哦，这个都以义应当，恰当，啊，你们慢慢去看，有时候你在处理一件事的时候会有两难，你慢慢再去体会啊，再去锻炼，哎，都能想到啊，两全之策，处理妥当。好，啊，你们真的有遇到，可以实际我们再来探讨。好，有佛法就有办法，好，有群书之要就有办法。好，28句呢，屈理曰：无不敬。哦，这个是主理主于敬啊，理者敬而已矣啊，它的本质是敬啊。言若失，言啊是恭敬庄重之貌。所以屈里说的啊，对一切人事物啊，没有不恭敬的，无不敬啊，礼敬诸佛啊。诸佛也包含一切人事物了，哦，所以老汉讲经的时候说：“哎，桌椅板凳呢，你要把它整理好，也是对它的礼敬。哦”那你什么时候再行普贤行？什么时候再恢复真心？任何时候，你在面对一个桌子的时候，你也在修行，哦，那言若失是举止端庄稳重，啊，若就是像，啊，像若有所失的样子，哦，啊，所以这个无不敬呢，是意业的，心呢都要恭敬啊，言若失啊，是他的行为了。啊，言人作诗啊，貌必
俨然，一举一动啊，端庄稳重，安定持，这个是属于言语的啊。你看，身、意、身、口，没有离开这三业啊，安定持，这谈吐安详稳定，条理分明。那大家想一想啊，一个人呈现的身口意是这样的状态啊，人一接触他，信不信任他？哇，觉得他很靠谱了。哦，所以安民哉啊，给人家感觉的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啊，夫子就是榜样了。好，那言语当中啊，你看安定持啊，古人提醒我们，心平气和则能言。你要处这样的状态才讲话，不然很可能会讲错话，话出去可说不回来，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好，那我们看古人呢恭敬的榜样哦。这个后汉是东汉的管宁，他德行很好啊。那我们就讲一个点啊，因为呢，他在辽东教化了37年，因为那时候比较乱的，乱世当中啊，读书人都是。不愿意啊出来当官啊，那就在一方啊从事教化。但是呢朝廷一直给他发命令啊，一定要他回。那你太多次的你不回应啊，就不近人情了，你到时候惹恼皇上说所以这些应对进退也都要拿捏好分寸。那他在要回来的时候啊，要赴朝廷之命的时候呢，风涛大作，风浪很大，海面上，这个船上的人呢，都呼天颤醉啊，怕有危险嘛，劳命啊，这很怕有危险。这个管宁说了，我曾经啊，一天早上呢，没有戴帽子，三天早上啊比较晚起，然后一次呢去上厕所啊没有戴帽子，我的过失应该在这些地方，结果其他的州啊都翻覆了，只有他的州啊没事，你看。他一辈子啊犯了什么错啊，就是这些错啊。所以代表他平常是很恭敬的，偶尔就这几次疏忽而已。好，所以这个是无不敬的榜样了。好。我们再看呢29句啊。君子养心，莫善于臣。君子修养心性的，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老和尚讲经常举曾国藩先生对臣下的一个注解啊，一念不生，是为臣。就你一个妄念都不生。你见到一个人他以前的过去都浮出来，那你就很难真诚对待对方了。好，那至诚无他，
至诚是使诚心能够达到极点。要做到至诚呢，无他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最好了，就是为人之首，为义之行。唯有信守仁德，实践道义呀、这样是最能呢恢复至诚的。那这个诚心守仁则能化，以至诚心呢守住仁德，就能教化百姓。那这个我们从历史当中，你看周朝的太王古公胆父，你看当时候外族侵略，给他财物了，他还是要来攻打。后来他想啊，他是要我这块地呀、那我不愿意百姓流血，他就趁晚上啊就走了。那因为他很仁慈啊，百姓觉得哎呀，你看我们的君王都不忍心我们受伤啊，就很多人就随着他后来迁到岐山脚下了，就周朝就从那里开始发迹起来了。这个是他的，你看他的仁慈，你看百姓都觉得一定要跟着他。还有汉朝有一个刘琨，这个在《四字谏略》里面有他要被派到一个地方当官，结果这个地方呢，老虎为患。那前面的官员呢都是设计很多陷阱啊，就捕杀老虎，结果老虎没有减少。后来他去了之后，他就说了，老虎为患了，是我们的政策太苛刻了。哇，你看医报随着政报转。有一个成语叫苛政猛于虎豹。那他是抓根本的。所以他就改善这些制度。然后都是爱民的这些政策。结果啊，老虎啊自己呢带着孩子走了。你看这个地方很仁政啊，你看跟老虎不相应了。老虎可能睡不着觉啊，这个磁场不是。他们自己签单了。这个都是历史当中啊真实的故事哦。你看他不止感化百姓哦，连老虎都被他感化了。好，那诚心行义啊则能变。以至诚心啊行使道义啊，就能改变风俗，使民心向善。我们前面跟大家提到许衡新主是吧，你看他守住他做人，非己有而取之不可也。义就是佛家五戒的不逾矩嘛。后来这个地方的连小朋友都被他教化了。都不哪怕水果掉地上了都不会去拿。当然你假如是主人赶快拿请人家吃。别浪费了。但是大家就是那种这个就是物虽小勿私藏，都不会去拿人家的财物。还有一个是隋朝新公义啊。他到这个地方当官呢，结果这地方的风俗居然是父母老了生重病了，
就把他们放在山上等死了。这个风气是这样，哇，难得啊！你看这个读书人没有责怪哦，不教而杀谓之孽，要教他用身教啊。哦，把这些生了病的哦，因为有疫情嘛，都把父母都送到郊外去了，他把他接到县衙来，哦，把这些老人呢、病人呢治好了，哦，然后才又请他们的家人来接回去，哦，那大家想一想，这些。百姓做了这个动作，实在讲他心里也不安呢、啊。虽然是形成风俗了、哦、但是这个行宫义这么做了，把他们的惭愧心都唤醒了、哦、而且他也做得正了，浩然正气也，他都没有生病了，没有被感染了、哦哦、所以后来这个地方都称他慈母啊，哎，哦，很尊重他，好，所以风气就变了，诚心行义啊，则能变了，啊，变化待心，啊，这个待心是更迭兴起啊，或者盛行，谓之天德，啊，所以善良风俗啊，待而兴起，好，那。一个君子能做到这样啊，那可说啊是与天同德了啊，代天行教化。好，我们再看三十句啊，啊，子路问君子，啊，子曰：“修己以静。”啊，子路问怎样才算君子啊？哦，孔子说：“以静来修治自己。”哦，就像刚刚曲里讲的“无不静”，啊，眼若失安定此啊，身口意啊下功夫啊，这样使身心言语啊通归于静。处处合理啊、哦，那这样就算是君子了。哦，哎，曰如斯而已乎？哦，子路又问了，哎，这样就够了吗？啊，孔子接着说了，曰修己以安百姓。啊，修己以安百姓。啊，尧舜其有病诸？啊，这个病啊，啊是难的意思，不容易。诸啊是知乎的合音。好、哦，所以孔子说到了修治自己啊，来让百姓得到安乐。好、哦，好、啊，那修治自己，进而令百姓得以安乐啊。这也不容易 哦，这件事情呢，连尧舜那样的圣君呢，恐怕也难做得到很周到。哦，好，哦，所以这个是要在恭敬心当中啊下功夫。因为这个尧舜是圣君，但是毕竟啊，每一个年代啊，也都有他的共业。哦，你看尧帝当时候也有出现，有人这个挨饿了，受冻了，那尧帝的态度是反省自己了。哦，但是毕竟每个人有他的业，一个时代也有他的共业，你只能尽力去做。
岂能尽如人意啊？哎，但求无愧我心去做。哦，所以我们要守好自己的真心了，不要着在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哦，那你自己就会很有挫折感，甚至于会怎么样？太着急了，要呈现什么结果啊？那就要注意，欲速则不达了。哦，所以老和尚说的，你想很快的复兴传统文化，你会造无量无边的罪哦。因为欲速则不达。哎，你想快一点，会不会做样子给人家看？你后面的流弊就出来了。哦，或者你想去快了，哇，你就觉得啊，赶快撒很多种啊，好，大家就变好了。教化可没有那么简单啊！你今天种子撒下去了，请问谁浇水，谁施肥？撒下去了没这个，那种子烂掉咯，甚至于他就觉得啊，传统文化也不过这样而已了。所以你要起一个缘啊，也不能是激动了，你要想得深，想得远。哦，你这个种子撒下去了，接着有人浇水施肥，你才没有白撒。哦，不然你撒了种子，办了活动，也花了不少钱，最后没有后续了。所以你要考虑事情也很重要，是吧？你先培养当地的人才，他可以长期在那里教化，你再办个活动啊，大家都有依此可以学习的因缘，哦，在善用当地的传播媒体，哎，长期播放，你看这个都是浇水施肥，哦，要考虑周详，哦，哎，好。啊，我们再看下一句哈，31句。啊，作得啊，心意日修。啊，这个积德啊，这个修呢是喜庆、美善。啊，这积德行善之人呢、啊，心定神闲。而一天比一天呢更喜悦快乐啊，因为行善呢，我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啊，跟自己的仁爱慈悲心相应啊，啊，而且该做的我们做了，问心无愧啊，这种欢喜啊是由内而外的哈，我们不要落入啊一个误区哈。大部分的人都落入这个误区，所以佛法难闻。我也是听了老和尚的，赶快迷途知返。老和尚说，真正的快乐由内而外的，从外面来的叫刺激，不是真正的快乐。为善最乐，成长的喜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天伦之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啊，还有问心无愧的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还有得天下英才而骄之，这个是你培养出人就可以利益他人，利益社会，这也是助人。那我们提过这个许哲女士哦，你看她都笑起来很可爱，呵呵，她每天都在行善啊，心意日修，好、哦，作为啊，心劳日着，啊、哦，
作假造恶的人呢，心思费劲啊，比方说他讲谎话了，他可能又要用更多功夫来掩饰的啊，倘掩饰真一孤了啊，所以心劳啊，就心思费劲啊，啊，却一天比一天呢更窘迫困苦。啊，这是浊了。哦，所以这里注解呢，唯德啊，直道而行，坦坦荡荡啊，于心抑郁啊，而明日美啊，唯伪啊，虚伪了啊，作假了，事巧百端，哇，你要想很多这些技巧啊。于心呢，劳苦而事啊日浊，不可为之。哦，不要落入这样的人生呢，这很可悲了。哦，这样就变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愿望做小人。哎，其实他命中也是有福报的，但是心用偏了。去搞追逐名利了啊，可能都做一些虚伪或者触犯法网啊，就每一天啊都心上啊都不可能是真正快乐的啊，常常害怕东窗事发，哇，那个就很累了。好，所以司马光先生说：“平生所为之事。”无有不可遇人者，哇，那是很自在快活的事了啊！好，我们也要来效法这一句啊：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啊，下一个纲领啊，是以反躬内省。这个老和尚说最佩服老祖宗的一句话，哦，那个这个都是最核心的教导啊，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这个就是反躬内省啊。三十二，荣辱之责，在乎己，不在乎人。招致光荣或者侮辱的责任所在啊，全在自己，不在别人。哦，比方说人家给你一个建议啊，你后来出了情况，你也不能骂他，为什么？那个建议是最后是谁接受的？你可以不接受啊。哦，所以别人只是你的一个助缘啊。人生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的，哦，所以不在别人，也不能推责任给别人，哦，哦，所以我们提到项羽，你看都已经败到在乌江了，他还没有反省自己，哦，他自杀还把责任推给上天要亡他。中庸当中有说了，色有似乎君子啊，你看这个比喻也是，失诸真骨，色没有色到靶心呢，反求诸己身呢，哎，那了凡四训里面有一个张卫岩读书人啊，哎，他去考功名一看没考上，大骂考官呢，眼睛有问题啊！啊，旁边有一个道人啊，我看你的文章也不怎么样哦，他马上
瞪人家，你又没看过，怎么这样不好？哦，结果这个道人讲，你这个心这么不平啊，你的文章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的。哦，他也可贵了，一听人家讲的有道理了，他气势就下来了，啊，就请教人家了，考不考得上啊？除了文笔之外，你有没有那个福报啊？我那么穷，哦，你只要心地善啊，很多生活的小事都可以积德行善的。哦，就后来他反躬自省，之后就考上功名。哦，你看，他考不上入，后来考上了荣，知者啊，在乎己，而不在乎人。33句，君子有诸己啊，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啊，有德的领导人呢，一定是自己先有善行，然后再带动别人行善。哦，大顺，顺在雷者，你看，百姓在争夺，他没有指责，他先怎么样？他先礼让。啊，后来一年之后，这个地区都互相礼让了，这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你看这个都有知所先后哦。哎，我们今天带动别人行善，或者呢，护念别人改过，哎，怎么效果不好？哎，我们有没有先行善？我们有没有先改这个过，以身教来带动他？不然人家也不相信了，啊，是身教者从，言教者送，这一点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只要说，哎，我为他好啊，怎么效果不彰呢？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们有没有以身教来带动？啊，一定是先要求自己啊，无诸己的，没有这些恶行，然后再护念，再禁止别人作恶。这个管宁啊，在一方呢，哎，这一方啊，争着啊，打水呢都没有守规矩，结果呢，他就啊，很早就把水啊给他们打好，哇！他们本来跑来要争了，一看，哎呀，不好意思，惭愧了。哦，所以这些圣哲人都是用感化的，这个愧之啊，小人可是为君子。啊，你只是用言语，你自己的德行他又不佩服，讥之啊，君子可是为小人。好，34句。啊，哦，这一段话也是君子的胸怀啊，君子处事的态度啊。君子能为可贵啊，不能使人必贵己。啊，君子能做到啊，值得人尊重，但不能让别人啊必定尊重自己。哦，哦，因为能掌握的是自己，你不可能去强求别人。哦，啊，能为可信呢？不能使人必信己，能够做到
值得人家信任，但不能让别人呢必定信任自己。能为可用啊，不能使人必用己。好，你看清楚这一些了啊。那你真正就不会啊抱怨这种怀才不遇了。你看连颜回啊，他这么有德啊，没有被重用，他也没有郁闷的啊。你看孔子对着他说：“用之则省，舍之则藏，啊，为吾与尔有是乎？”能够做到啊，值得任用，但不能让别人呢、必定任用自己，因为那是别人的缘分，他用不用啊，是他做主。但是我们确实培养到啊，可以利益团体的能力了。但你也不能强求应允。但是也不谄媚齁，该讲的话讲了，人家听了不高兴不用了，你也这个不强求。但是你该说的不说啊，有失这一份道义了。他假如善根够啊，哎，后面出现问题了，他会反思，哦，真的他讲的对。他可能会再来向你请教了。好。故君子耻不羞啊，不耻见污。好，我们来检查一下，看看我们会在哪些地方动心啊。好，君子以不修养品德为耻，不以被污染为耻，侮辱为耻。你看，我们被人家批评骂了，会不会动心？我们应该羞耻的是，我有没有好好修呢？别人骂我们，我们不要动气，是不止不要动气呢，应该感谢对方，感恩对方啊，帮我们消业障嘛。假如人家讲的是对的，那要感谢他，谢谢他指出来；假如讲的不对的，帮我们消业障啊，不应该难过啊。耻不信，不耻不见性。以自己不能守信用为耻，不以不被信任为耻啊。我们有说，哎呀，他怎么不相信我啊？还在那很难过。这不是君子的心境了啊。做到让人家信任。你真的做到有信用了，他不信任你，你也不难过，因为你不强求嘛。前面就讲了，能为可信啊，不能使人必信己。有可能你前世做的让他没信心嘛。这一次做一件了，他还是不信任，你做到两件三件，可能前世的缘就转掉了。日久见人心啊。不要着急啊！耻不能呢，不耻不见用。以自己没有才能为耻，不以不被任用为耻。你看这个君子就是守好自己，不强求外援，不强求他人。所以他这样的胸怀呢，是以啊不囿于欲，不被虚有的美欲啊所引诱，不恐于诽，这个是遇到诽谤啊，不被诽谤啊而产生情绪，产生恐惧。不被境界啊动自己的心啊，率道而行，
啊，这个帅呢是遵循啊，这个守正道啊而行，端然正己啊，端正自身啊，不为物亲侧啊，这个亲侧是偏侧不正。好，不被外物啊所动摇，好，那这样才服事之谓成君子，啊，这是成是确实是啊，好，这才称得上啊是真正的君子，好，这些地方，都指导我们处事的心境，好。这一句能做到啊，会减少很多自己产生的感受烦恼。好，我们看35句啊。啊，曾子曰：啊，吾日三省吾身。这个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哎，其实反省当中啊都没有离开伦常的落实，为人谋，这个三省啊是多次反省，检点，为人谋是筹划办事，而不忠乎？就为他人办事啊，是不是尽心尽力了？尽忠啊，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跟朋友交往是不是讲究信用了？传不习乎？老师传授的，同时也是自己将传给学生的学问。是不是已经反复温习啊，并且身体力行了？那这个是一个对老师的态度啊，或者教学的心境了。你看孔子在从事教育啊，文善必躬亲行之，然后导之。闻到好的教诲啊，他自己亲身去做了，然后再来带动学生。这个是也是身教者从嘛。那老师所教的我们不能忘了要复习，甚至这个习有实践的意思。老师教的我有没有不断的在落实？好，那李老教学是非常认真哦，他都会先预习啊，而且讲过的，也要再准备啊，就是很严谨、很恭敬教学的任务啊，好。36句这个是述道了。孔子曰：君子有三述君子有三个方面要心存推己及人的述道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死，非恕也。有君主啊，不能忠心奉事却要求部属供他使唤，这就不是恕道了大家想一想比方你的下属看你对上司不恭敬不能够
尽忠，然后又要求他要能恭敬敬忠，他心里铁定啊不舒服的，反而是你自己做到了，还不要求他，还能包容他，忠恕嘛，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善根就被你触动了。假如你自己都没做啊，要求对方啊，他心里不服的。所以传统文化也都是人情事理啊，我们要敏锐去感受人心啊。你看，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我们有父母不能尽孝道，却要求孩子回报恩德，这就不是恕道了。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我们对兄长不能尊敬，却要求弟弟要顺从自己，这也不是恕道。很多家庭里面就出在父母没有孝顺爷爷奶奶，但是要要求小孩孝顺他，小孩会顶回去的。我们就曾经遇过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对他妈妈态度不是很好。那他妈妈后来呢学传统文化了。然后开始啊孝顺公公了。有一次生病啊他也是尽力去照顾啊。他这个儿子啊对他的态度就变了。然后有一天啊儿子就跟他讲说你以前对爷爷很不恭敬啊我看了都很难过。因为他跟老人也是一种天伦。所以我们曾经跟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问过说一个好的女子你们觉得她必须具备的优点品德是什么这个四五岁的孩子写出来排第一的人要对爷爷奶奶好。你看这个还真的是天伦天性。所以当为什么孩子会逆反，可能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是你父母做的不孝老人的这些行为，他放在心里很难受，叽叽叽叽叽他就会表现出来了。所以连孩子态度不好要反求诸己啊，为什么会这样？好，所以士能明于三数之本，则可谓端身矣。就读书人能明白忠于君，孝于亲，悌于兄，这些是恕道的根本，那就可以说是端正自己了。就是先从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品德节忠尽孝孝悌也者为人之本嘛，从这里去下功夫而且也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格要求自己。这个对方不能感动还是坚信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自己诚心还不够。好。大家应该也都有面对亲戚朋友都希望
能够给他好的影响去带动。那我们传统这个教字啊，我们看左边两个叉，一个小孩，右边是手拿着树枝啊，就是左边是以身作则。你要带动别人，一定是自己要以身作则，再加上什么耳提面命，就要有耐性。我感受啊，这个教字啊，就是你事情能不能成的关键的。你看《菩萨四德》里面，威仪住持有则德，就是身教了；普待众生受苦德，就是耐性了。真的外面没有问题，自己啊，心地功夫还不到。光是以身作则是不容易的。可能我们觉得比他好一点，人家觉得你五十步笑活百步。你真正做到都没有脾气了，那有脾气的人都会被你感动。还有就是耐心、包容，人家改变一个习惯有一个过程。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啊。那下午没有课了啊，但是是不是抽一个同学复讲？可以哦。Are you ready? 哎呦，宇昂啊，怎么又抽到你了？我不是故意的哦。哇，你真是天将降大任啊，每天都得内点复讲，又被我抽了好几次。这个佩玲，你现在是要看着他是说来带他复讲是吧？是的，因为宇昂昨天晚上就没睡好，哦，然后我觉得他准备是不是不太好啊？那你就他需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好，那就带一双神裤。你严重了吧？这个。我们呼应一下，好，以意应当啊、看到这个场面啊，我们佩玲用道义来应对这件事，好，谢谢，阿弥陀佛。